一篇文字，一首歌，一种声音，一份私藏。欢迎收听静波频道。有时候真心觉得，遇到合拍的人，要比遇到让你心动的人更难得。所以，真的感谢陪伴。在这个什么都快节奏的年代，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陪伴和感情，才最可贵。晚上好，朋友们，我是静波，欢迎来到静波频道。刚才这段话出自卢思浩。今天晚上要和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源自一部电影，叫做《遗愿清单》，它是由杰克·尼克尔森和摩根·弗里曼主演的一部喜剧片。它讲述了两个患了末期癌症的病人在余下的日子里如何度过快乐人生的故事，可以说笑中带泪。好，一起来听木叔写的这篇文章，遗愿清单，让你起死回生的东西。前几天突闻一位同学去世，曾经学校里的风云人物，高大帅气开朗，每场活动都能看到他冲在最前面。毕业之后，他独自去了北京打拼，说着混出头来要带着朋友一起飞。可他却因为长期压力大，生活不规律，患了癌症。从查出病到病逝不过半个月，生命停留在了23岁最美好的年纪。朋友圈里刷屏的缅怀，可我看到的更多是大家的遗憾和思考。及时行乐，珍惜现在的日子，把每天当作最后一天活，成为大家最常提起的话。我们总是默认着天黑了总会等到天亮，闭上眼还能睁开，今天没有做成的事儿，总会在未来的某天完成。可人生就是由一个又一个遗憾累加组合而成，当你最终即将面对死亡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一生当中有太多值得尝试的事情却被你无情地错过了，而那个时候你也无能为力了。如果你的生命也即将面临终止，你最遗憾的是什么呢？澳大利亚有一名护士叫做布罗尼瓦尔，她多年来一直从事舒缓疗法护理工作，照顾生命仅于12周的病人。她将病人弥留之际的顿悟记录在自己的博客当中，名为《人在弥留之际的五大憾事》，分别是：一，一生按照别人的期望生活，没有勇气活出真正的自己。二，眼里只有工作赚钱，错过了很多和家人相处的机会。三，不敢表达出自己真实的想法和情绪，压抑情绪生闷气。四，很多曾经的好友都没了联系。五，亏待了自己，根本活得不快乐。而我也在我的朋友圈和读者群里进行了调查，答案五花八门。遗憾没有好好陪父母，陪陪伴侣和孩子。遗憾没有好好的旅行一次，想去的地方还没有去完。遗憾没有叛逆过一次，真正的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遗憾
没有轰轰烈烈、不计回报、不考虑结果的爱过一次。遗憾，没有狠狠地反击那些欺负自己的人。遗憾，没有把身体健康放在首位，仗着年轻肆意挥霍。遗憾，没有认清谁才是对你好的那个人，错信坏人，伤害朋友。遗憾，没有爱人，没有孩子。遗憾自己因为胆小错过了最爱的人。遗憾自己的一生忙忙碌碌，却做的不是自己最喜欢的事情。遗憾自己到最后还是没有成功。很少有人能够对我说，我这一生啊，及时行乐，毫无遗憾。当初2012年被说成世界末日，那时我很惶恐。那时和朋友们计划着，真是世界末日，还复习个什么劲儿啊，赶紧去玩啊。那时在高考前，老师让我们在纸上写自己想要做的事儿，自己的梦想。我记得我当时是空白的交上去的。我害怕写下自己的梦想，因为担心做不到。一个个清晰油墨的字展现在自己眼前，比凭空想象要可怕得多，像赤裸裸地嘲讽着自己的无能。可有一个朋友当时写了很多，那张纸他一直留着，完成一个划掉一个，想到新的就在下面加上去。他写着，去10个不同的城市，读100本书，通宵嗨玩，看一场陈奕迅的演唱会，染发烫发纹身，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能在大城市立足，有一份很好的工作，等等。后来他对我说，当初只是随便写下来的事儿，因为写下来了，为了去划掉它，好多都已经做了。于是后来我看完了遗愿清单，也问我自己，你的遗愿清单会是什么？多陪父母，带他们去喜欢的地方旅行，把自己喜欢的写作做成事业，做出一番成绩，玩遍全世界，吃遍全世界，体验不同人的生活。于是当时我决心辞职，从整天给不知名的企业做大同小异的 POP 和 VI 设计，转行到了新媒体，计划着每年都带着父母去他们感兴趣的城市，计划着自己的旅行计划。看书、工作、刷剧、上网、应酬、学习游戏，我觉得每天好像都有永远做不完的事情，而我却比之前每天在 PS AI 前要开心快乐得多。我发现，当你直面死亡的时候，脑袋当中一下蹦出来的事儿，才是你心中最重要、最想要做的。写下自己的遗愿清单，你就会发现你的生活变得简单起来，那些踌躇的、犹豫的、灰色的地带就开始变得非黑即白。你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的是哪几件事儿，没有那么多其他的繁琐的人或事儿来争抢着有限的时间，你更容易去明确自己的目标，把有限的时间
更好的分配。如果有一天，医生告诉你，你的生命只剩下一天，也无法再抢救一下，第一个蹦到你脑海里的遗愿会是什么？幸运的是，我们的生命都不止一天，你还有很长很长的时间去让这些遗愿不再是遗愿。有人总说已经晚了，实际上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光。对于一个真正有所追求的人来说，生命的每个时期都是年轻的、及时的。梦里我能颠倒时间，对当初爱我的人拒绝。你将和自己擦肩，然后会发现两个自己在现实梦境有同一张惊讶的脸。我坐下和我自己聊天，我和我们都觉得很累。Oh,
走进回忆，走进问题，才能走出伤心，同时一起